无讲半句的理由，明知心内事，不敢来相思，不敢来要求。世间事事非非太自由，因为无情嘛花无目睭，被伤害的感情，心肝好亲像强饮的烧酒。咱行妇的温柔好亲像幸福梦难求，万千的感受你不通放手，缘分可是为全王昏潜水只是讲设定有时间，但要化解，都要文章将王昏潜水百二斤人的关刀举起来扫平土匪。文章都拍拼练啊！啊，这时阵面对许多受访的刺激，认真啊学做生理，对受访真感激。想要到回去厝的时阵，煞看到文章替因某咧治病，全咧误会讲因两人有暧昧。啊！安怎？会听吓？免啊！受访。文昌，因两个是中邪。白杨姐，我今来入去，安尼大家都听破面啦，定是被秀芳跟我离的。万一两个文昌作伙，安尼我们就什么都无啊。文昌，你是我唯一上爱亲的人，想哪天你也要反背我？种的意思确实厉害，我想过过无偌久，我伫个世界面对做真正阿公母啊，为伊生一个后生，只要后生一生落来，我相信阿母就袂阁看伊袂起，嘛会甲伊当作像我了解的人，安尼面对就袂失去，嘛袂阁怨叹我。是是安怎？我甲你讲，对今仔开始，我无要做狗，我要做人。你啉酒醉啊，跟我出去！我是你人婿，我是安怎出去？你要这样做，就是我救命的呀！啊！你哪变个安尼？我阿公生，不应该是这款的啦！你是在把我想失望啊？是你我想失望的。麦了，做你做什么代志，我唔知影。你做是比精神还不如的代志，你有什么资格来骂我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本来就讲你是真心要跟我做生意，所以我才想讲要买一支头出来送你。我即马讲话，你有身份，有地位，你的目睭内敢若有钱尔啦？好，既然安尼，你就莫怪我用一切手段，要把我本属于我的物件收回来。是，你都偏跟我同伴，我感觉是比狗还不如我。明爹，我不听你的口叫，你别逼我。救人啊！救人！阿母，救人！我今日救啊！你是啥？根本看我阿母。张明勇，你是来阮家要创啥？雪顶那边有一个高手在甲保护，所以我必须要来这压一个人质。唔知影是要掠这个老的，也是你边仔迄个水无，或者是你，我啥物拢唔知影啦，
我求你放我走了，阿妈莫找我走掉，我有条子有主，你找伊就好了。阿母，你啥物东西？你在偷窥？你放开我阿母！哎，小王，这是天公伯赐我的好机会，我不如趁这个机会，把阮丈夫这个感动点堵掉。丈夫啊，我知我唔对啦，我无应该得罪你，我求你，你千万唔能伤害我丈夫啦。你对我真好，是我温情人，袂输我亲生爸母同款。你若甲杀死哦，我一世人都良心不安，我会艰苦一世人啊。丈夫啊，我该死，我有眼无珠，我求你，你就先牙关，千万唔能杀我丈夫啦。原来伊对你这么重要。你若是愈唔甘，我就是愈要甲杀，互你艰苦一世人。就安尼定啊，伊这精神啊，你听我讲伊对无？对咪？你想要做啥？哼，周明鼎，你这部照刀杀人之计确实厉害，但不过我嘛不是三岁囡仔。你竟然知影？你想要搁要杀伊？因为我要顺你的意，杀死你的丈夫，做一个人证给你。即马我给你两条路行，第一条就是你挖苦我，替我去找保障，找到以后我用去分你一半。第二条嘛，就是行恁丈夫迄条路。你要选择倒一条？这个赵飞虎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来阮家抢劫太人，佫把我甲小芳拢讲昏去。早若知安尼，当初就应该甲杀死啊，嘛免来害死阮丈夫一条性命。赵飞若一天无拄我，就有卡子，亲像我阿母，佮说得安尼受害者，拢是我的唔对。这拢爱怪我。雪婷啊，你先别着急。我答应你，等咱甲恁小妹找着了后，我一定会给赵飞虎收得报应。小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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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要去倒啦？你一人走出来足危险的，万一若拄着赵飞虎，就死路一条啊！我就是要找伊。我要用我的性命甲伊相拼。平日啊，我怕你死，徛，跟我回来。我唔管啦，你回去，别甲我管啦。我袂得无管。哎哎。那我是也要起来，是安怎都已经死这么多人啊！我对你那个赵飞虎，还是一点仔办法拢无。文聪，你莫把所有责任拢算给家己啊！对付遐个土匪，本来就无这么简单啊！那你我有功夫是要创啥？我要安怎报？要安怎救恁小妹？我要安怎替恁报仇？你莫安尼啦！你听我讲，不管哪是谁当报仇，我拢会一世人跟你做伙。文聪，哎呀啦！那小芳走去山顶哦，我要去找赵飞虎报仇啦！我绝对放进去啊！伊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咩？那安尼啦，伊若是真正拄到赵飞虎，会有性命危险的，咱紧来找伊啦！哎，等下啦！师傅嘞，咱若拄到赵飞虎是要安怎？师傅去办代志啊啦！到这个时阵，咱嘛袂用得等伊，时间通找着较要紧啦。是啦，找人要紧，行。行。文昌甲雪玲到大哥唔知影讲，其实这根本就是明德甲飞虎所设的陷阱。佮予文昌啉掺有麦粉油的水，大呢是文昌甲雪玲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陷阱啊！小王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小王。赵飞虎，
恁总算来啊！恁要找的人，伫个遮。小芳，你不要紧无？你莫管我啦，紧把这个汤位抬死，汤我阿要报仇。赵一峰，你要抓抓我就好，你家己放开。赵一峰，这是咱的代志，跟伊无关系。你若有才调，你就对我来啦。我即马就要甲你抬掉，啊！不过你着看袂到我安怎糟蹋你心爱的人啊！我冲！哪呢？我呢无法度出来。同款的步数，你抓准会用对付我两摆是？我即马就送你上山头！不要紧。三弟，你别惊，我即马就叫你起来。文昌，我爱你，叫我袂去走。赵一峰，就要带你啊，带保重，你走呢。别个，这查某即马若死，保重下落就唔知影。别个，你即马袂去死。赵一峰，你即世人要小心，你连阮家的家人再跑。三弟，三弟，三弟，谁人把手放开？谁人把手放开？明明，你为什么没去抬丈夫好？敢有啥物见死不救？你是惊死呢？你敢讲是一个查某囝？我因为伊惊死，唔只系我苦我。我唔知会一条活路，你想要讲这个啦？这代志根本无需要让伊知影，因为我无想要让伊死到不明不白。我再讲，我嘛想要让你亲手把伊杀死，来证明讲你有法度做土匪，做我的好兄弟。当初你无甲我讲爱阮某死呢？你若不爱让伊死，我就让恁两个人死。周明德，你是巧巧的人，应该安怎做，你真清楚。不如文昌，你教我牺牲的性命，去救心爱的人，你呢？我阿母讲阿无唔对，你真正是一只狗，啥好你唔惊吃，你阁把人当作是主人，这算是土匪嘛？赶快！是，我不得不文昌，我是狗，所以你才管袂我。你们开始！真好，真好，周明德，你即马已经害人啊，而且害是你家己的某。你这世人啊，莫少想要做好人啊！我即马连父母都敢害啊！我够资格做土匪啊！我即马就阁加送一条人命予你，我甲彭梦中话台死，我替你报仇。爷，等下，伊即马问个死，因为拄只迄个查某要死的时阵，有甲伊讲一挂话，我伫个想，应该就是保重的下落。你即马若是甲伊台死，那安尼，咱就毋知保重藏伫个啥物所在。你先甲爱回去。也阁有，千万不能让伊对你起怀疑，知影无？好。回后，阿爷，阿爷，你来啊！回后。阿兄总算找到你啊！哎，回好啊！嘿，是啊！阿兄，回去吼，我再详细讲给你听。嗯，行，好。回好，
虽然咱是土匪，啊，不过做代志爱有头壳，袂用卡袂着，就要动武。你放心，大兄想到一个办法，会当逼伊讲出包装的下落。阿兄，是啥物办法？小弟，你别走，你不应该是。文昌，你看，我回来，我回来你的身躯边啊。小弟，小弟，你没事，你真正没事，你别走，你别再离开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啊。我感谢你面庞。当然不是，是真的。啊，不过我亲目睭看到，你无落去扫我干嘛？有人把我救起来，我是当刮伤，也唔过无安怎啦。安尼就好。文昌，经过这边的代志，我感觉性命真正最重要诶，所以我决定啊，我无要报仇啊，我要甲你好好过一世人，这才是上重要诶。那你林兄妹是要安怎？那是伊的命，我甲伊若是有缘分，总有一天咱会搁见面的。你敢真正要安尼决定啊？敢讲你无想要甲我摊出过一世人？我当然嘛是我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安尼就好，咱两个做伙去把宝藏挖出来，然后去出远的所在重新过生活，好不？宝藏。是啊，文昌，我半路撒开的时阵头有受伤，所以今麦形容想袂起来，宝藏藏伫倒。好佳哉，我半路进前有甲你讲这个秘密，你紧甲我讲，宝藏藏伫倒。安尼哦。三妹啊，果然无予我失望啊！三两个啊，就予彭文昌讲出宝藏的下落啊！是彭文昌收饭桶，真正相信我就是我阿姊决定。我讲的话哦，伊拢会相信。恁两个相生啊，生了是有够共的啦。连我嘛分袂出来呢。阿爷，哎，你的头壳吼，真正有够好，会晓用这步去对付文昌，真正予我用着。昨昏迄个人真正是算命，啊，不过伊是安那要继续设定来骗我。哎，脚手较紧嘞啊！你们拢倒来，已经挖啊久啊，拢挖无呢？什么？无？算命，你到底有问清楚，宝藏是毋是藏在你的所在？我确定啊。确定？那恁啥人挖袂着？我警告你。你若是敢私吞宝藏，叫我发现你骗我，我就送你去见你阿爸阿姊。我唔敢啦，一定是彭文昌把我骗啦。阿兄，看起来咱真正叫彭文昌骗去啊，咱来赶紧想其他的办法才行。你是安那要安尼做？你哪知是我？迄天我听到你讲，你无想要救家己小妹的时阵。我就知影是你。嘛对啦，我甲我阿姊生得一模一样，也毋过你永远嘛甲人看到我阿姊，看袂到我，敢毋是？你哪会当安尼做？你阿姊为着要救你，连家己性命拢牺牲啊！阿丽，你煞放弃你家己，甲遐个土匪拢陪袂干？你安尼做，敢对起你阿姊？无你甲我安怎做啊？我好好一个查某囡仔，被土匪掠去。刚刚你我自杀了，我想安怎必须跟这么冤枉，我没这么多代志啊！就算你把我救出来，叫安怎？我的亲爹，有啥人敢恨我？以后佫有啥人敢娶我？若是要有别人起笑，我甘愿缀土匪有通吃、有通住，佫有人保护我，安尼是有甚物唔对？哼！别怪哦，就讲我阿姊伤固执，唔肯认命，才有这款的下场吗？你哪有这种恐怖手法？你阿姊的死，实在是足无价值。你唔是我，
你唔知影什么叫恐怖，大家唔知影什么时阵会互人折磨到死，这才是真正的恐怖。你即马要离开伊，还阁会？我会当带你走。啊，是要走去倒啊？什么？你？我早就知影，你来找伊问个清楚，所以我就利用伊来做你调你出来。人讲十五奇怪的廿双手，七怪八怪，文章又搁叫宋梅骗去啊！这两姊妹的个性也差遐多，宋梅更无可能悔改呢。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黄昏千岁点心威。黄昏千岁在世时阵，因为消灭大多数的山贼，受到在地民众的敬仰。在当地嘛流传讲，黄昏千岁升仙了后，依然在大刀山的练兵。当时我国小毕业的时阵啊，吼，迄阵二战的时阵啊，吼，啊，咱去大刀山啊，哦，迄不好咯，操练兵哦，有诶唔知影吼，惊着安尼吼，一定吼甲讲好后。煎熬啊，这一直无去安尼。上团过去多多山山顶，正在出现人光，而且明明山顶都无人，搁出现连兵的声音。当地人相信这是黄昏千岁现象，有缘在山顶伫保护民众。